狼哎，门那还卡掉了。啊，有个来啊，有个来啊！加一点乌龟，加一点乌龟。啊，一定是王如奇啦！你祖宗家人在冲进我。门是卡掉了，门家己去干家己啦哈。阿姨，你规拢破工啊，搁是咧假哦！你给做指头，提招世界集团的顾问，啊，就来找江超强，啊，你想要变啥帮啊？嗯，我就拄啊听讲有一个医生是胰脏癌权威啦。我想讲找伊来治疗，啊，不过我嘛知影，你若反对，会讲什么？我是江崇的后生哦，两爿换，所以伊才会偷偷来。我真正听袂落去哦，我。超强，仲俊，你啥都拍人啊？超强，伊只是讲道理尔，无你想把你真相哦。只有林子彤哦，真想要嫁给你这个家暴男呐！什么的家暴？你怕是杀人犯呢？这都处罚完了。我看你这胰脏癌啊，可能啊，转移到到目睭啊啦，哦，所以啊，目睭模糊看不清楚啦。你所转移的股份哦，是一个叫世币集团的。你敢有看好清楚啊？是偌济股份啊？这个世币集团啊，我乎你哦，无济无少哦，是百分之百。也唔过咧，根本就无这间公司。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你真正足赞的啦！后背哦，就是遐傲人徛，赞啦！假使阮讲的你若唔相信，那安尼，这股权牛头书哦，你家己看好清楚啦。阮是照正式合约落去写的，也唔过，这店面公司的名是假的，无这间公司啦。啊，你拄则讲啥物？人头股东哦，啊，佮有啥物国外的？虎头，啊，那你可能爱查一下哦。恐惊你迄人头海外虎头，连叮当拢无叮当着啦。啊，这股份就袂随那等伫个水底共款，结果就是扑通一声就无啊啦。你起来，金哥，你若是敢讲，就是你查某人，我嘛照拍，唔准生伊麻烦。我跟你讲，林子彤的代志甲伊无关系啦。哪里我有梦里，子彤到底在什么所在 ？Go！ 讲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无好处嘛，我就偏偏无要讲。好，林子彤哦，关在你遐，娃娃枵死，寒死，你想怎搞？林子彤哦，绝对会跟查甫的啦。看你，你真正是一个妖魔鬼怪。江超强。我今麦刚想要改再面鬼，才你去加工周记。你耳朵几少？你敢会记？今仔日操场有拍几个？林子彤才紧拍十杯。你到今麦还阁唔知影悔改，阁想要为遐滚啊？阿姨，你真正是头壳顶蛇粒啊！脚底无人，规身躯拢烂透透啊，无容易啊！
哪套台啊？是林子涛，那也是挂。你讲，子涛今晚跌倒，你今晚安怎？你讲，你哪唔讲？你安怎？无你规气去死死的啊！看到人家跟你通灵嘛！我子涛到底想怎？你们警告！你警告！我子涛到底想怎？你老子把地图，你警告！你警告！白莹莹，我拜托你，子涛今嘛人伫倒位？只要你老实讲。哪个会当何解啊？啊！拜托你，拜托你，你莫警告，警告！你，你等完谁个？我来讲，一人做事，一人当。小海贤子彤啊！是你把他走出去了，再来是廖凯宏来乱，那个时候总共很乱的，廖凯宏火车弄到就死了，你怎么把他走的时候搬下去山间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山间就算说想慢慢走的走下去都很困难的，我看他是我们死不活。就怕受伤啊！你都唔惊，我也唔敢哦。你唔是讲伊两个死啊？你来做伫遮？我唔知。时阵，我有听见伊咧敲电话安排所在。昨暗，我虽然跋落去山脚，啊，不过我足幸运的，我抓着藤蔓爬起来。然后，
我就把凯宏送去病院，才会耽误到今嘛。林子彤，你莫叫小米伫咧时段的后壁，让伊用歹听话甲我骂，我就会甲你回失的，真可爱的啦！你竟然讲什么笑话啊？子彤是你的小阿姨呢，你今嘛安尼，都是你家己做起来的。我连你这個阿妈都唔惊，林子彤是搁算啥？哎，你两个是老公，你别想逃啊！你一直想要毁掉阮子彤的人生，生你嘴火也拄好尔啦！哎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较真真的，我是医美专家，这些是我的专门科啦，我会当把你的面皮拆来，害乎阮子彤，就算哦，把白莹莹的面皮规个毁掉，让你过一个无面无皮的人生，你要相信无？你这个丢杯死老高嘞！你干嘛？我绝对不帮你耍你！林子彤，你给我走开！我唔怕你，想怕你？你给我滚远点！你有外面，我也会上走。你醒醒过来，庄俊阿公凯豪能量修大，你想要拍拍我的名声，毁掉我的人生？是我骂我的父母，我不怕你，我是有问题，我不应该对子彤动心，但是你更加可恶，你有哪里用我就点糟蹋我，搁拖中军落水，今麦搁笑取世界集团，你真正是一个笨手，你真是笨手啊！是你伫咧如此心上都知道对无？那呢，我就替如此独得回来。阿乖，那是意外，我有甲伊回信嘞啊，我嘛有甲伊讲，我会找人替伊超度，好让世人做一个千金小姐。我才无答应你嘞，你莫甲伊讲甲伊对啊。就算安尼做，有钱嘛袂阁活过来。神经病命破杀人罪，安尼，我就先该判刑。这是我替阮阿公判，这是我替日头妹、爸爸妈妈判，这是我替金玉姐判，这是我自头判。廖凯荣、杨高武，最后是我判。算有人把我当作是今天的阿兄看待。你是无条件信任你，你从那利用你该拆家了吧？你哪在闪呢？秋秋，秋秋，你还在施行暴力，我跟你说话啦，尤其是你两个。张军、罗志汉做伤害，奇怪呢，明明就是江超强用伊的头壳弄张军的拳头母呢。对啊，是这个念头用伊的巴肚去弄志汉的脚呢。今摆阮张军拳头母破皮啊，志汉脚受伤啊，请问什么构成重伤害？江超强拄只都有讲啊，伊是假白的神经病，什么人要相信伊的话啊？你这么多人去唬阮两个，没讲